不像我们家高师傅特别爱吃醋。对，我们都爱吃醋啊，什么山西陈醋、镇江香醋、米醋、饺子醋、凉拌醋、折氏醋，我们都爱吃。怎么样，我跟您说，我丈母娘他们高家人都是深明大义。妈，您还是像岳母一样给我后背刻四个字吧，我爱吃醋。大龙哥，哎，你可真是我们的开心果啊。我们也不能老当你的累赘啊。哎呀，这样我们帮你卖玩具怎么样啊？哟，那感情好啊。爸，您如果帮我，那真是心疼你儿子我了。哎，我坚决听从彭老师的啊，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开始练摊吧。嘿啊，好，咱说干就干啊。干，来来来来来。彭总，不好意思，行贿名单是我收集的，行贿视频也是我偷拍的，一共举报了十多个地方吧。原来是你这个小人，帮我叫两个保安上来。好，彭总，是我不好，石建军是我的头像，我不该把他带进公司的。如果你要惩罚他，你不必给我面子，你把他送去警察局也可以。凭什么抓我？我举报的又没犯法，行贿受贿的才是犯罪吧。你给我闭嘴啊！彭总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你，你就这样恩将仇报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毁了公司，会毁了彭总的心血？彭总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把他带到公司，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。你惩罚我吧，是我的错，你原谅我吧，我对不起你。陈哥，你放开我。陈哥，你不要这样，这件事与你无关，我不会怪你，我反而会感谢你。你真的不恨我吗？我真的会感谢你，在这个危机的时候，你帮我撑起了公司。可是建军是我带回来的，他害了你啊。他是他，你是你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呢？把他送去派出所也没有用。保安，帮我把这个人带走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放开我，鹏飞，你真不是个东西！我就要看着你众叛亲离，哥们都离你而去了，你不得好死，早晚有报应的。你闭嘴！你说的对，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把王大龙放走。只有王大龙才是跟我一条心，你们都不是，全部给我滚，滚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人心怎么抓不住呢？空了。哎呀，妈，爸，今天呢，咱是胜利完成任务。此时此刻，我这种兴奋的心情啊，但说不出来。他得。熬夜，熬夜。照今天这势头啊，明天呢，咱们得多拉点货。我跟彭老师一起卖。嘿，那太好了，有您二老帮我练摊，明天肯定那生意好到爆啊！你们得想啊，有您二位老顽童，一个周伯通，一个灭绝师太，我这不赚钱我就见了鬼了。妈，你陪我爸旁边坐会儿啊。哎哎，哟，石阿姨好。哎，郭老板，送餐去了。早送完了。哥，你大龙哥，你真有一套，你全卖光了。我跟你说，早都卖光了，跟你一样，天天清货，一天比一天卖得多。其实从你卖包子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，你就是批做生意的黑马，早晚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。嘿呦，我还是马，那你就是伯乐。得嘞，我这匹马给您的伯乐打个签儿，谢谢。好了，先进我半小时吧。大夫，他有反应吗？有反应，知道疼了。太好了，
大夫，那您就使出您的浑身解数，不管是吃药还是扎针，我们一定配合您。他的疗程啊，可能会很长。没关系，多长时间我们都愿意治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们都愿意治疗到底。您就说我们先交多少钱？好，我给你们开治疗单，一会儿你们下去交钱吧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小宝，你在等着，我去交钱。哎，大老板，怎么能让你花钱呢？瞧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怎么能让我花钱呢？你大龙爸不是以前的大龙爸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次毛绒玩具赚了不少钱，赚的钱呢，都存到这张卡里面了，就等着你爸醒过来呢。我要跟你爸一起干，等赚了大钱，我们还开一个大超市呢。大龙爸，你真这么有信心？只要你爸还有口气儿在，我就有信心。老伙计，你今天可是给我希望了。你要一鼓作气醒过来啊！咱们还干老本行，咱们开个大超市。小宝，快看，你爸也感觉了，看到没有？真的？你爸说他握着我的手。爸，大龙爸，你这么执着，我爸肯定能醒。醒过来啊！来，谢谢啊！哎，来来来来，给钱！一百，干啥那个？两个小手是吗？啊！要大手的，我妈给我大手拿大手，大手八百。这咱这个成交，哎，来，来钱给我，哎，好嘞！你要哪个？要哪个？啊！告诉我这一共是多少钱呢？你别打岔。我告诉你老婆，这两天旅游节，咱这玩具生意真是好爆了，好爆了，明白吗？就是非常好。你说都怪了，你说现在这人呢，买东西好像都跟不用花钱似的，尤其这孩子们啊，看着咱这玩具拖都拖不走。太好了，老公，你说我现在怎么这么崇拜你啊？哎，老公，我觉得吧，你光当小商小贩儿的不行，你要想发大财，我觉得呢，你应该咨询一下专家。哦，好主意。哥，哎呀，你找找那谁嘛。啊。哎呀，你十分清新的，白白嫩嫩的，很窈窕的。那个女人谁呀？哦，真优美。得了吧你，还真优美，你是那么想的吗？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先跟我打岔，你看还装是不是？是谁呀？是谁你不知道吗？嗯，林骄阳。你喜欢他？不能够。老婆大人，你知道咱这些钱加一块是多少钱吗？多少钱呢？那我还不能告诉你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贱呢？人问了你多少遍了，多少钱，你这着急知道，就是不告诉你，爱告诉不告诉，我不想知道了。三万。三万？嗯。真的假的？那可不是真的吗？你用这口气训斥着我说，我心里舒服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三万块钱。哎呦，那也就是说，离我那整容目标不远了。没错。你真的就可以去整成真优美了。谁说我要整成真优美啊？那是你喜欢的女人，又不是我喜欢的。那你要整成谁啊？你不知道李晶晶呗。
你要整成李晶晶，我一分钱都不给你啊！凭什么呀？我就喜欢李晶晶啊！人我们单位同事都说了，说我跟她一模一样长的，说我特像的，怎么了？啊，行吧行吧，那你就整成李晶晶吧。你要是整成李晶晶，这点钱还真不够。为什么呀？她那么大的坨，肉的深沉的，你说你这么纤细，这么渺小的，哎，是不是我没她胖？你比她瘦多了。你说你要整成李晶晶，那你得填多少硅胶啊？啊？就我这样还用电硅胶啊？那不得爆爆炸了！